信义区义兴里长递上感谢状，感谢重友校方设计的课程，也感谢这一群投入公益的学生。孩子扫街清理狗大便，更将反光镜擦拭干净，环境变干净，李明好感谢。啊，你有欢喜吼？有啦。有安尼吼，很感谢吼贵校能这一次办这个关怀社区社会服社区服务的哈，然后对于我们本里义兴里上哈也这个清洁，然后改善了很多。学生扫街看似简单，却是意义深远。希望透过这个募领的活动，让同学学习到自己可以帮助自己，也可以帮助别人。那让学校跟社区能够打成一片，那让同学能够更愉快、更生活化的学习。开心，可以帮社区打扫，让环境变干净。要平常帮助其他邻居啊，然后帮忙扫一些地，能帮助很多人。就很开心，这样。整修一清路在学子的打扫下变得很干净，学生以实际行动学习服务的真谛，也与社区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